嘿，大家好，我是 Grace。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他们想要买块地去做投资的话，应该怎么样找？那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想要买地做投资的人一直都是很多的。有些人呢，他想在一块地上可能把旧房推倒了造一个新房；有的人呢，他想在原来旧房的基础上去扩建；还有的人呢，就买一个独立屋做出租投资。然后我就有些客户，他如果看到市场上有一个很便宜的旧房，就会把链接发给我说，Grace，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呀？或者是有的客户他开车经过一块空地，就很好奇，就问我说，这个地是谁的呀？我们能不能买下来？能不能在上面再盖房子？等等等等。像我这些客户的好奇心，我是非常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该是时候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去投资土地了，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土地的质量和它的价值。那首先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无论你是买了一个旧房想把它推倒了盖新房，还是说你想保留旧房在它原来基础上扩建，还是说你想买一个独立屋做出租投资，你投资的大头都是在那块地上，而不是在那块地上的那个房子上面。尤其是买独立屋做出租投资的买方，你们可能最容易忘记这一点，就是我一定要提醒你，你的还是投资在这块地上面，而不是在上面的房子。那买独立屋做出租投资的这些买方啊，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说这句话的逻辑在哪里？那这个呢，我说实话想再过一两个星期，专门出一个出租投资不同房子的这么一个视频，但今天呢，我们先跳过啊，先把那个重点放在如何判断一块地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质量上面。那我们要选一块地，判断它的好坏，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最喜欢说的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就是一个地段是最最重要的。那没错，地段是最重要，可是问题在于你知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一个好的地段？比如说，在有的城市，一个地点它离市中心近，离公共交通或者地铁近，或者离商业区近，它就是一个好的地段。那换了另外一个镇或者城市，同样这些特点，它就是一个差的地段，因为它离这些太商业化的东西在一起，它就不高级了。所以你要看是在哪个城市。那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同一个镇，它有两条非常相似的街，然后这两条街相差的距离也很近。那比如说你在 A 街买1英亩地，就要花110到120万，上面有个小房的啊。然后你在 B 街同样买这么1亩地，上面有个小房的，就要最多只能花到75到76万。那你在 A 街把那个小房推倒了，建一个全新的新房，底价是270万，最多可能300万以上。那你在 B 街花75、76万买的那个小房推倒了之后，造一个新房，那可能就是在180万到220万之间。我说的这些数字其实是有实际的例子的，我只是不想公开，就是哪个镇哪条街啊。那从这个就可以看出，虽然 A 街和 B 街非常类似，相互之间离的距离也很近，但是 A 街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 B 街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一块地的话，你首先就得知道一个镇或者一个城市它的每一个小区或者街道之间的市场价值差。那你怎么去了解这些信息呢？而且尤其这么多细节呢？如果你住在那儿已经10几20年了，那你应该了解这些。如果你不了解，或者是你初来乍到，刚来到这个地方的，那千万不要低估了市政府的建筑部门的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Building Department 或者 Inspectional Service，还有 Assessors Department 这几个市政府的部门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也可以去通过当地的人了解啊，但是，最好是通过对市场很熟悉的，然后你又信任的地产经纪去了解这个。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的居民去了解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当地居民的信息呢，你做参考，因为老百姓总是，我们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的，老百姓总是觉得自己家挺好的，就怕他们的那个信息不够客观。所以我觉得最最可靠的信息和最客观，然后信息库又最大的地方是市政府。我刚才说那几个部门。第二点呢，要看一块地好不好，就要看地形。那地形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其实非常简单。第一点就是要看它的大小。如果你在拥挤的城市里面的话，你一般0.2英亩地就够你造至少一个房子，甚至是多个单元的建筑了。如果是在乡村的话，那你是最好在0.8英亩或者1英亩以上，但是也没有必要选的太大。就是如果是我自己选地的话，我一般会观察0.8到1.6英亩之间，
或者二英亩也可以，除非是你那块地上面能造多一个房子。那大小之外呢，就是要看形状，尽量避免什么披萨那种形状，你要买那种就是比较规则的偏方的长方形的那种。就是关键在你的就是房子正门的那个 frontage， 我们说那个那正门那条街上的宽度要宽，然后后面也要跟它基本上是对称的，就是不要买那种前宽后窄，或者是整个一条就是窄窄的那种，就是不能跟邻居太近。那为什么前面要宽呢？本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常识，但是保险起见，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给你们画一下，就先说这么一个小房啊，这是我们买一个破房。如果它前面这条街道如果就这么窄的话，那我们如果要把它扩建的话，我们只能往上建，对吧？或者往后面建。那如果只是往上建就变成这样的，我画的真的很差。但是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往上建，你越建越高，然后市政府一般也不可能让你建这么高，可能你最多基本上最典型的就是只有两层半，我这边是画了大概四层了。但是就是你越往上，它如果是左右都是窄的，就看上去还是像个塔一样。那你要是能往左右建，你才能建出这个房子真正的价值，对吧？你就是你要是只能往上建，你只能在家就是卧室呀、洗手间，它都得小小的。如果你那个lot是狭长的，你只能往后建的话，你就只能就是比如说扩展你的厨房，然后加一个 family room， 或者是加一个 sun room 等等。你只有能往旁边建的时候，你才能扩大你所有的卧室，你才能扩大你的洗手间，你才能扩大你的厨房，你才能在厨房和餐厅之间加一个走廊式的厨房的储存间，你才能加三个车库，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 frontage 就是门口这条街越宽，你连邻居的距离相对来说远一点，你才能做到这样的房子，你这块地才更有价值。同时呢，地要平坦，就是你当然希望后面的院子是越广越平的这种感觉，这样会对房子就是增加很多的价值。如果一定是斜的话，宁可它是前面高后面低，因为这样子的话，至少你的那个 basement 就是地下室还能做成 walk out， 就是能直接走出去走在地面上的那种地下室。但是这种情况你也要把后面院子那个地给弄平。第三呢，就是你要弄清楚土壤的质量。这个听上去好像挺复杂，就是好像挺有技术性的，但其实非常容易查到，主要是两个途径。第一呢，是你在谷歌上输入 GIS map， 还有后面跟着那个你选的那个城市或者镇的名字，然后把这些关键字输进谷歌搜索，然后找到那个地图。这个地图上会显示各种这块土壤的定义，比如说它的边界呀、它的税啊，它的那个有没有什么 easement 啊，有没有 wetland conservation， 然后附近有没有溪流啊，所有这种信息你都能找得到啊，它的斜度角度都是有的。那还有途径就是去市政府，就市政府永远是你应该熟悉的地方，就是要学会怎么去找它的资料库啊。然后你要去市政府的话，你可以去它的那个 assessors department， 就是刚才之前也提过的它的税务局。税务局它有一些档案，很多市政府是放在他们的那个电脑系统里的，也有一些是打印出来的。我们说它有那种文件夹放在那个档案库里面，或者是 field card。你就问他们去要，让他们给你个拷贝，或者是如果在他们电脑里，你可以要求他们打印出来带回去。然后刚才说的所有这种细节，市政府的部门里面都有。那如果你在网上万一查不到的话，可以去找他们，或者在网上不太会查的话，你就直接跑到市政府，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发邮件都可以。